미니언 생성까지 30초 남았습니다. 这货不是乌迪尔。 미니언들이 생성되었습니다. 我操！我 500颜值，哎，800。 直接掉线儿，直接给我卡掉线儿。你说这游戏咋玩吗？每天都得有一回这样式的，确实难搞。 这亏多少兵？亏兵那不说了，前期狗头人没压住。哎，差多少事儿呢？ 一会儿那乌迪尔可能还得来呢。再帮我扛一下好。 我这烫死了，中单来了，中单怎么来了呢？血亏，可不血亏吗？打野没来，中单跑上来了。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 시험해볼까? 더블 킬. 오, 샬로可以啊. 我一会儿就只能跟着狗头人和平发育了，可能和平发育都不行，他不给我发育了，都回家，先来个红宝石。
其实也可以不回家，这人都不回，我干啥回呢？升了，升了也没办法。前期差极呀、啊！怎么差一整级？那没办法呀、啊，那上来掉线儿了，掉线儿了就差一级。前期掉线就是这么伤，哎，也不是前期掉线了，你前中后期掉线都不行。这把这么的吧，这狗头人打不死了，你打狗头只能前期打，前期打不死就是发育吧，剩下的就靠队友了。你要打不过了，有点。让他抠吧。학살중입니다又放了个真影，挺有钱呢。没事儿，他俩不能越我。天哪，他71个兵，我49个兵。回家，不打了，反正他也推不过来。希望他没带爆破，带爆破，兵就放在这里啊，别让他一直待在这里，看他回不回。他如果不回，这波我们有机会杀他。他没补装备，我们是补装备了。好，他把传送浪费在上路。我这是布甲还扣不动，你终于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来，俺俩就一直吃，你都别给我啊！我跟你说，一直吃，
快点来吃塔皮。你不吃啊，给你经济啊，这你都不吃，天，是我直接给他吃没。包女不来你就挂了，他还得 Q 我一下呢，那包女不能说一点伤害没有吧，总归他得有点伤害。这下路可太惨了，100万个人全都在下路。出什么重伤？好疼哦！我布点鞋居然都磕我那么痛。哎，这不应该呀。我又得重新跟他耗血了。乌迪尔没在还行。有啥？我这叫点盐。我给你报仇了啊！你给我打了他一个大，我给你报仇了。差不多，回家了。吃点馅儿真不容易啊。跑得真快呀。漂亮。不是贪。你每一波把人给杀了吧，你不能说你只杀他，你杀完以后如果你不吃他东西的话， 你其实没赚多少，你就得吃，除非是你看着人家那是来上路了，那行，没办法不吃，你只能吃，不可能说是我杀完他，哎，我啥也不吃，我回家了，然后他下波过来把我杀了，把我塔皮全吃了，我那白杀了，那就你得想办法扩大优势，这就赌命呗，这就是。哎我操！假的，怎么竟然能出来俩人呢？给你惩戒了啊！我漂亮 ADC， 哎呀，哼。
再被一巴掌拍死。这边对面扫人，梅克托死了。啊，我们家也扫人。我跟你们说，这打这狗头人前期一级掉线了，少了他一级，我们现在能就是跟他五五开了，都特别特别不容易都。跟吃屎一样困难，已经特别不容易了。这狗头人多少血呀？其实可以试试。有大招，大好挺快呀、啊。蓝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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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招有点儿我马上到不行就杀流哎呦这无敌人跑的蓝波没死刚维克托应该是脑淤血了维克托应该是生气了维克托老难受闪现过来让人俩人一顿控最后把刘给杀了没杀兰博那狗头刚才都不应该怕我他怕我怕我杀他其实我都没技能了他上来两个坑我就没血我不敢坑了这狗头其实不是很厉害我一寻思啊，这就可能就得有人啊。哎，这墓地人啥意思？人有点多呀，先把这打了，让他这个没有什么用。我算看出来了，这包女啊，在我们家这个阵容之中啊，属于一个送死的角色。他就应该立刻就杀漏不出杀漏就无限让人拍一拍就死你拍一我拍一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老天自有安排好混蓝博也得死他们家波比没伤害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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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维克托十五秒有到先把这刘杀了不要着急啊先不打狗头人拿去直接玩死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 等一下，豹女，先闭，我先回家出现手。 他不让我回了吗？也确实是让我回了。我回家了。他无敌人跟个鬼一样，玩无敌人的都跟个鬼一样。我操 ！ADC 肉身开团。 可以，谁死了？全死了，就剩蓝魔了。对，把上路塔推了。走吧，大树撤。 大树撤回家，我们可以收波线。刚才确实没有人能上去开团，只有卡莎，只有卡莎能穿上去吸引对面，然后打一波。<笑>我们谁也上不去，谁别人上去了，他们就会跑，他们就不打了。只有卡莎上去，他们能。我靠你呀，你个大刘！ 给我拜年吧你！包女出个沙漏行不行？包女，江沟，江沟整个沙漏啊！ 江沟没有沙漏，老难玩了。我这硬冲吧，这就往里冲吧，保住维克托，别让维克托死了。这维克托把波比杀了，漂亮维克，把狗头鹰杀了，我们能大龙。那江沟也不出沙漏了，你是？ 对面的波比有点二，有点二，波比不太行，把这都卖了吧，差两件装备，带个针眼出门。 这把他们家输就赖这狗头人，你们知道吗？这个狗头人，在我们掉线了的情况下，他打成这个样子，这把输了就赖他。我其实就是这把的功臣。我们小心点，这无敌人要后。 能上，直接上，我直接 W 走，没事。蓝魔大已经交了。
你们都得死！我的天哪！蓝脖刚咋没人点一下子呢？我们一起看看这包女儿在团战之中都能干点啥吧，这包女儿。啥也没干，啥也没干，包女儿。给卡莎来血量。